点点蛋仔陆小芝的专属爱笔，谁的爱笔最可爱呢？众所周知，在蛋仔陆小芝都有自己的专属爱笔。哦，首先就是小黑的，他的专属爱笔是焦虑鸭，虽然颜色不是很搭，但是他俩的性格还是很搭的。而且别看焦虑鸭的属性很垃圾，但他可是有一个特殊技能，那就是能感受到神兽的气息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焦虑鸭能感受到谁的气息吗？至于可爱吗？我觉得满分100分，焦虑鸭只有40分，你们给几分呢？第二个就是高冷男神小蓝的艾比，他的艾比可是大家一起抓到了，是一只水属性的水捏捏，在颜色方面和小蓝非常搭，在可爱方面，我觉得水捏捏应该是艾比的天花板了。满分100分，我给99分，剩下的1分是因为我没有水捏捏，也太难抓了。第三个是小绿的兔罗罗，不管是颜色还是可爱都非常搭，可爱程度是80分。不过辣条想问，到底在哪里才能抓到兔罗罗啊？我都跑遍了地图都没看到。第四个是小黄，话说在五小只里只有小黄有两个艾比，一个是电蜘蛛，一个是弹簧喵，这两个艾比都很可爱，电蜘蛛是70，弹簧喵是80。第五个是小粉，小粉的艾比是抱抱虎，他的艾比是最反差的，虽然外面看上去可爱，但是发起脾气来非常的火爆，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，这也是小粉选择他的原因吧。最后一个是小红的艾比，但是小红还没有上线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小红的艾比是谁吗？